妈，你甲陈昌盛是真阿婆的代志，你是安怎拢无甲我讲？今日若是无拄到陈东俊与爸囝，你是不是就拍算要阮妈妈一世人？都快记的代志啊，讲嘛无意义啊。搁再讲啊，这件代志，若是让信太医院帮知影，唔知影甲话讲较偌歹听咧，唔那影响到恁爸爸的心情，嘛会影响到你的接班啊。 那咧，咱就无应该找陈昌盛合作，应该雷陆恒陆好，较免甲咱家己添麻烦。我就听讲，陈忠贤甲万朝华两个有扣角啊，我就咧想，陈的敌人就是朋友啊，所以我才会找陈忠贤斗相共。新鲜，歹势啦，我应该较早甲所有代志拢讲互你知影，即马，可听你心情无好。 无代志啦，只是啊，我原本对这陈昌盛就无甚物好印象啊。即马知影，伊已经捌功夫过嘛，我就对伊更加无好感啊。那你放心啊，免做介意应对，我心内有数，你免替我烦恼。但你想要等着的包袱啊，也是无欢喜的过去，写伫气球顶面，放伫天顶，安尼咱就袂阁后遐过去困了目条啊。 听起来敢足好耍的呢，咱赶紧来试看卖。贪心，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有你，就已经有够啊。 我就袂阁需要其他冤枉啊！咦，你的土味情话还真的有的，也唔过勉强可以接受啦。你叫啥？猜疑呀！我希望咱两个之间哦爱互相信任，千万唔通互猜疑。所以，赶紧把这猜疑放掉，那呢以后咱就袂互相猜疑啊！这是一定的。来，咱做伙把这气球放去天顶。啊！ 来哦，一、二、三，哇！妈，够水耶！哇！拜拜！拜拜！啊，够能量！哎，不应该，不应该，这个不应该吧？想怎？ 因为这只是我想要送给你的礼物。我刚唔想甲你讲过，叫你买了白开钱，这单当客当去提无。当然袂用啊，因为这是代表我对你的心，就亲像天顶的星咁款。 永远只为你闪耀，我替你挂起来好吧？嗯。我伫到今嘛，才有这种踏实的感觉。 你真正是我女朋友啊！吴信贤，你是不是之前去让人放杀，放杀到足凄惨的，所以你今麦敢那足无安全感吼？不管怎，我拢是你的人啊，我不准你放杀我。好啦好啦，就放杀你啦，免惊啦哈。 因两个感情正做伙啊。
君，吴总，咱真少个呢，竟然在这拄到你，蛮好啦。有一件代志，蛮应该互你知影。靖宇已经答应做我的女朋友啊，今仔日是我甲伊正式交往的第二天。敢真正参像吴总所讲的，你已经答应伊的追求啊？我就想讲，行看卖，试看卖啦。啊，过去的代志我拢想袂起来啊。也毋过，我真正足想要把握即卖感觉。我甲吴信贤做伙，感觉真正足无压力，足快乐的，也足轻松的，所以我毋食的。我知影安尼对你无公平啦，歹势。真个。咱不是已经拢讲好啊？你无需要跟我讲任何歹势话啊！你也无做唔着代志啊！啊，假使讲伊是你所误买的人，我当然嘛祝福恁两个啦。那你这件代志，你敢袂当先卖跟阮哥讲啊？吴先生还搁咧想办法，看是变啊跟阮哥讲个清楚，所以阮哥答应和阮做伙啊。我了解啦。我当然替你保守这个秘密啊！你放心。过去你踮在厝内底享受荣华富贵，伫外口所有人拢对你婆婆塌塌。即摆你无迄个地位啊，你都要知影，在厝贵出门前这个道理。求一个生活稳定，三顿吃好饱哦。赞！咱委员哦，真正是出口成章。你妈来讲啦。人生的道理啊，我嘛是因为伫个社会上行大过，我才知影的啦。一个小卒啊，变成大将军以后，那些是同款用小卒的方式伫个处理代志，安尼伊是变哪指挥军队啊？一个大头家，落偏偏是小员工啊，假使讲也是继续结一个大头家的款，谁会插伊？你讲对？这是过去所有的代志哦。拢是有人甲你斗下手，啊！即马干来会当靠你一个人安尼，我是袂放心啦。所以哦，就可能都要请你等一下。啊，好啦，我阁别个应酬，啊，即单就交你处理哦。哎，那会讲到买单，你就变做 A 狗啊？是正则甲我讲，即单算是台湾喜悦呢。我们家会为着要替你做民主，开这上贵的威士忌啊！你是卖甲我讲，这摊要算我的哦？无喏，那会算算委员的？啊，这摊呢，凊彩算算，十万块尔。啊，你心疼我闹鬼呢？无到时阵，人个委员当作我是碰风吹鸡。公司敢那无，哈尼侪预算也那么薄。哈，无你这 CEO 是做好算的哦。十万块的公关费用，你拢提不出来。歹势，我拄好想到，我有一位朋友嘛在遮，麻烦你先去保守等我，我立马就来。那么，我先签单好啊，啊，这条线我接头头。你接头头啦？这是杜光亮的地盘呢，你得失土地公敢想过？真正下死下情，不要欠人笑。哎呦，委员啊，歹势啊！啊，无猜哦，你的好意要替阮做民主，啊，害你安尼哦，生气到安尼啊！啊，煞煞去啦！我看这套也是算我的啦。回去我再来问看卖，阮爸是毋是通替你这个大 CEO 增加公关的费用？好个在啦，你今日是拄着我，若是伫外人的面头前闹开，黑市集团的民主全部拢互你写了了啦。第几段？欸？歹势啦，我的身份较特殊，用现金嘛，较免叫人误会。啊！
想袂到过去，我这个这么青的大兄，今麦竟然变到这么高春秋呢，都袂输一粒麻子。对啦，用麻子来比喻哦，上适合你啊。毕竟过去我拢抹乌，上需要人出来给我消停的时阵，我这个大兄都袂输一粒麻子，同款呢软糊糊，完全无度我挖苦啦。原来哦，这就是本性。高立伟，糟蹋人，多好就好啊！若无歹看的，顶多是你家己啊。如果是你哦，这嘛算是我的家来事啦。我是住伫海边的罗家峰 CEO 已经证实，代表黑市集团跟五三集团签约啊。意思就是讲，我们现在是坐在同一只船，我是 partner。你若是找到机会，就卡袂到这个刁难，会歹看，嘛等于是我歹看。那呢，我归去找别人合作就好啊。为着立委，嘛不是你一个人，要吃一块大饼的人，满满是。吴总啊，这都唔知啦。过去我伫咧罗家峰遐食过袂少的鸡呢。你口开啊，一直结伫我的心肝内，你就我头前。那安尼哦，我捂伫心肝内这个玩笑哦，才有法度通化解。哦，你的意思是讲我想过认真啊？咱即摆是合作的关系，我应该是无需要去顾虑到你的心情。我再讲啊。我若是甲你同款，这尔行啊长，走啊多，然后呢，我是不是嘛应该爱甲你说？你支持万海金融去抢走雄狮光电合约的代志？我跟你讲啊，我心肝内是足有准的啊，你是不是嘛应该花钱机会，掏一口气？吴总啊，这个公孙权。我拢是甲你学的，这应该是你要送的资料哈。既然资料已经送来李伟家，你就会当离开啊。我想公司应该阁有真济代志，需要你去发落，是他，我来处理就好啊。到李伟，你有甲这只，你有甲这位臭味相投的朋友豆豆阿林，卖无猜下酒啊？等一下，你真正物件得去调陈同学，就算伊是李伟又安怎？我甲伊只合作的关系，伊有权，我有钱。阮两人是白搭的，搁再讲啊，阮家若是决定要甲其他人合作，就算伊搁我乔巴，伊嘛是爱救得去。我只是无想要拍歹即摆关系。不管安怎讲，钱都是你共解决。我只是对事不对人，就算讲今日陈东俊身边是其他人，我嘛赶快出去的。我有计划，我先来。想袂到吴兴贤是这种个性的人，若是按照这种人品，金玉甲伊做伙，应该是袂有问题。